Sunglass hat。有没有很圣诞节？你超圣诞节的，超漂亮。不懂得不只是蓝色的。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现在要去吃 bagel， 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间 bagel， 我只知道。到第四天还是不知道目的地是哪里。不知道，你破窗进去试试看。应该很快啊。可能有下雪，可能昨天半夜有下雪啊，你不知道而已啊。对，然后这边全部都融化了。可能就是那种下很小很小的，然后就融化。对啊。还有我家地址，你家地址查到？查不到。那勾起你家地址。查得到。因为我查不到我的，是因为我上哪根查不到？不是因为我什么卡都不是，所以查不到。可能一楼有精品啊。哎呦，我很喜欢，真的。往下看。这里有漂亮。有啊，你穿梭在建筑物里面呢。真的。就是你穿梭在很多栋建筑物中间呢、啊。骨子里留着邪恶的气息。我，你没有？没有吗？你骨子里留着胆小的气息，随时都被吓到。这个可能是我们纽约的最后一站，你看我。我们等一下就要准备回去拿行李了。